滚动来是做不消完的。好厉害啊！哎呀，好多水哦。这个怎么聊教课啊？我不是聊课，实习老师需要我帮他上课。那老师好，他今天出差。那老师上你话。跟排带。
自己要下苦功，要下功夫了，就是我要陪着你们把你们真正弄会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改了之后真的是发现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会每天设计练习单，每天改练习单，改完之后你收回来，我还要再检查一次。我要做的功夫比你们多太多，但是你这么做不行，这么做你们没有把东西学习。好，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个东西，就是 x 平方加25等于81。我发现有几个同学这个是错的。他怎么写的？注意看，
还有一种写法，那这样子，你开始用的26，他说你开始用的28。错在哪里？他把它当成什么？好，先慢一点，抱歉。已经 OK 的同学，你可以先订正。大部分我都有帮你订正，但是那个是我写的，所以我要你自己再从头到尾自己再写一遍，而且我有的没有帮你全部订正好。发现几年，我觉得这样子写，
什么叫 x 平方？ x 乘以 x，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多少？56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计算对吗？好，两个相乘等于56，两个相乘等于56，这两个又要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个要怎么猜？要猜成一样的不是吗？56要怎么猜？零号56，零号56，还可以怎么猜？负根号56，负根号56，这两个要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好把56拆成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答案会是根号56跟什么？负根号56。你也可以这样写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很清楚哦。你这样写的意思是两个答案。我现在在跟你们讲，你们练习题里面其中一题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这样还没算完哦。但是先懂到这里。刚刚那个手拉回来。为什么？手放桌上去了。所以 x 平方如果是56，你会说答案是正负根号56，不是只有一个答案。我发现几乎多数同学都没有留写正负，哎，多数哦。我上次干嘛一再的强调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们都给我写根号56而已，几乎每一个都这样子写。再来，这样还不是答案呢，因为根号56还可以化解，56。分解可以怎么分？二，24，然后呢？12，然后滚。知道。28，14，不，14再除以二得到多少？所以根号56，根号56就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对不对？然后根号二乘根号二就是二。然后二跟七没有了，所以知道，所以根号56是二根号14，对，所以你答案要写正负2根号14，到这边才叫做结束，这个叫做最简根式，这个叫做最简根式，就是化简到里面已经没办法再抽数字出来，这个叫做最简根式。只有加名在动笔，意思是说其他人现在讲的东西最简单的。那你现在不是应该写的吗？好，拍摄，来写动笔。天啊，讲啊客气，我拢在拍摄。讲啊客气，袂爽我是老大诶。三班夹在中间的那一块就是我们班，好像是这样。反正就是在，应该是，反正就在中间那一块，就司令台的正对面那一块最干净的就是我们班。最干净。真的啊。东才有除过。没有，我们班是自己除的。有，我们有除一次，还有老师叫我们除那边。我们班从头到尾都是我们除的。后来你们有没有去帮忙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班是自己除的，从一开始一片荒野，我们自己弄的。鸟生蛋，我们牺牲了三次的午休时间。立龙，对对对，我会牺牲干的是干早自习，日语，阿丽的是中午，这么效率。
两节而已，我懒得分句了。十分，两个人跟他故意让你。很少 ，OK， 很少。嗯，好。很少有这个。你这个离岛。然后最上面的那一道题目，同学，最上面的那道题目，你一个算出二十一，一个算出二十。那个安婷跟怡芳，你们知道你们错在哪里吗？我有画图给你们看，你们看得出来我在讲什么？我帮你们写的东西，如果你看不懂，你要主动问呢，不然我会写得很辛苦啊。你又看不懂，你又不认真写，我会觉得你受伤了。因为有时候帮你们订正，我觉得说帮你订正好像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因为我帮你写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，然后什么叫做正确写法，所以为什么要你再写一次？我要你再写一次。老师，这关打到了。打到才好。因为不应该是用抄的，哎，先写好。你要试着自己写，真的不行才可以用抄出。老师还要黑板。首先你利用这个方法不是算去十二，十二的意思是这一段，是这一段，所以从这里上来十二，从这里是多少？这里是多少？对。从这里到这里十二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是多少？这里是很重要的。这里是多少？从这里看去。我在讲上下的时候，我在讲高度，这里高度是一，高度一往上十二，这里就是三，往下十二，高度是一，往下十二，它是要先经过一，然后再是一，所以在零的下面是一，就是二，也就是一加十二，一减十二，上一下。你这个先不管，这个先不要管。如果你要写 A 减一的话，你应该是要写 A 减一的绝对值。没关系，你先不要硬要用 A 减一，因为你不太还不太会用。你先不要管它，反正你这已经算出十二，这个十二是一的那个，所以一往上十二，一往下十二会上，不需要写一个 A 减一。对，如果要写的话是。好，那个下面那一道题目，来，同学。最下面的那道题目，你没有画图，只有算式，很奇怪。都没写。很奇怪。那你要再认真一点，应该把图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两个点你应该会画图才对啊，就是自己画。就我就不再以后渐渐的会不再给你们格子。你们要自己画，对。自己画那个直角坐标了，你要自己决定你要怎么画的。然后基本上这一题，哪同学？最后那一题我编号错误，应该是要写三了，没关系。A 点十一逗点 A，B 点是负五逗点一，我们图形画起来了，同学注意听了哈，注意听。这个都知道的，我要怎么画？负五逗点一在哪里？一二三四，负五，在左边负五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呢，在上面一的地方，所以是这两条线交汇的地方，这个点就叫做 B 点，对不对？那 A 点在哪里？A 点是在十一，所以
在右边十一岁会这样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所以在这里，可是这个没有给我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不知道它在哪里，可是我知道 B 点在这里，我知道 B 点在这里，然后他说要 B 点到 A 点的距离。他说他希望他到他的距离是20，那不是只有上面一个，下面也有，上面不是一个，所以你答案一定有。然后这个画过来有什么好处？这边是一个什么？直角，三角形，这条长度有多少？这里是十一，这里是负，对不对？是十一减负。也就是相当于是五加十一，十一减负就会变成十一加五。你看格子也看得出来，它是真的是十一个加五。所以十一减负为什么会变加？你看格子也看得出来，它真的是变加了，减掉负的真的变加了，真的变加了。我们用相减可以算出距离。好，那这一段就十六。那这一段呢？这段的高度差是干什么？这个的位置是多少？啊，没关系，这个的高度差不会算。毕氏定理不是吗？是啊。毕氏定理我就可以把这段算出来了，不是吗？这段算出来是12，那这里是12，这里是12。可是我要的是它的坐标，这个坐标不对，没错，我要是它的坐标，那坐标怎么看？这个看的是，这个看的是到底它有多高嘛？到底是哪一条线跟这一条线交出来的点？到底是哪一条线？这个 A 到底有多高？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知道它可能在这里，可能在这里嘛。这里到底有多高？不知道。高度看什么？高度看 y 坐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的高度不是一吗？对不对？一往上十二格，加十二；一往下十二格，减十二；一加一减，两个答案，一个是13，一个是负十一。记得哦，你们的订正全部订正在考卷的背面了。考卷的背面呢？那怎么能想到？因为你当初写错章了，才会变这样。因为你当初应该是要写在那个，那你只好写在，可是我等下小本的又要送回来。对，自己再另外拿一张白纸写好不好？就是我希望你再写，如果位置不够的话，好，我要你再整个重写一次就对了，一定要整个重写才行，不可以跟我讲说老师我就只有错在正负，让我订正正负就好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因为你下次还要再犯这个错，都依照啊？下一个，后面啊。这一面你有错，对不对？我有圈起来题目，通通背面重写一次，完整的，完整的。还有问题吗？然后这一张，明天早自修就要立刻收。好，早自修就要立刻收。因为我早上就会发另外一张新的，
这张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，我们讲。来，那个笔记本，笔记本拿出来，我们讲。这样说了哈，就是你很可能呢，订正的时候你还是不会写，那你就是还是不满。但是我会希望你一次一次的订正，越写越多这样子。全部会的就全部写，没办法全部会的，我也没办法逼你写。所以我会尽量慢慢的、慢慢的帮你把一点点学会。那。不太清楚怎么写，就去看会写的同学的，然后去询问、去了解，这样子慢慢慢慢一点点来，慢慢累积你的实力。但是你一定要这个动作一定要做，这个动作做不行，不然你们都只有上课跟我讲，一定做不出好的动作。没有信心，我也没有自信。来，那个，我们这次刚好主要要学一元二次方程式。什么样的方程式对我们来讲是简单的？一元一次，举个例子。如果题目这样子出，你可以告诉我答案等于多少 ？x 的答案多少？简单到不想回答的，是这样的。x 加三等于 ，x 就等于，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哦。x 等于多少？七分之。记住你现在知道的东西，我只不过也把它几倍而已，七倍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马上缩小为七分之一嘛。本来没有它的时候，答案是二。有了它的意思说，它放大七倍之后才可以变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必须缩小，这样子，所以变七分之二。如果我可以把所有的一元二次方程式，就是你现在必须要遇到有二次方的题目，如果我可以把所有的题目变成，如果我可以把所有的题目变成这种样子，我就简单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研究几个东西，看你了不了解。告诉我 A 跟 B 是多少？两个题目，就两个题目而已。一个是 A 乘以 B 等于一，一个是 A 乘以 A 等于一，请告诉我 A 跟 B 写哦，把所有的答案全部写出来。两个题目，一个是 A 乘以 B 等于一，一个是 A 乘以 A 等于一，它们两个差别在哪里？你可以先告诉我一下它们两个题目的差别在哪里？没有告诉我嘞，再讲得清楚一点，一个可以，这一个限制你两个一定要怎样？一样。这一个有没有限制？没有，也就是说 A 跟 B 可以一样，也可以不一样哦。也就是说，他写 A 跟 B 乘以一的意思说，我不规定 A， 我你的 A 跟 B 可能可以不一样。不一样没有关系，说我使用不同的符号，我使用相同的符号就在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这两个一定要一模一样。那这两个乘起来等于一，使用不同的符号就在告诉我，你两个可以不一样。啊，你要一样，我也反对。请你把所有的答案全部列出来，这里也是一样，全部写出来。写好了吗？已经写好了，请举手。很简单的地方，写在小本的笔记本上，写在小本笔记本上。
对对对。你写这样子很奇怪，这样我会看不懂。可是这边有问题。对，但是我们写东西的顺序是这样，就是我在检查的时候，我会再检查这里，我不会检查，不会跑过来这边检查。懂吗？你写在哪里？来来来，麻烦你哈，拜托，你安尼我做辛苦。就是说，那像你这样是真好。我写东西的时候这样，如果你的字写完，就这一整块都落满的时候，再用这一块。你不要突然这边写完，就又突然又跑到这边写，然后你还要叫我要这样看。哦，老师做辛苦的呢。张辉，张辉你跟我讲，来，你赶快来教一下，写在这里哦。记得一个习惯，就是一定是。这边写完之后再写这里，你也可以说这边一块，这里一块，然后再来这里写完再写这边，这边写完再写这里，可以吗？你忙搞，我加下来，我不要这个搞抓了加，这个搞不了很多来塞。好难哦。哎，真的不会呢，这让我惊讶了。这个创意了，哎，先丢了，哎，这乖呢，来，A 乘以 B 等于，来，看这边，A 乘以 B 等于，可以怎样？一乘一吧。我们现在先不讲小数，先因为小数我可以用分数取代，所以我们用分数来思考会比较容易。两个人用分数思考的习惯，来，负一乘以负一会不会 c？ 会不会？会。刚刚我有看到有人写说根号一乘根号一，老实说根号一根本就是一，不是吗？跟这个写法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不同。只不过你是用根号的方式在思考问题，思考方式不一样的。你说思考方式应该还是一样，只是表达我用根号一方式这样，就是在找一的平方根这样。也就是你把这两个数当成一样的时候，你就会写成根号一乘根号一。你把它当成控制在它们要一样的时候，你可是它又没有限定你两个要一样啊。缩小一半，再给你两倍放大，就回来原来的大小，就是原来的样子。那我也可以把你怎样，缩小三分之一啊，然后再怎样，放大三倍。写好了吗？这个写好。多数人没有写出来。好了吗？这个写一写。你把那个永远写不完的感觉给我写出来，永远写不完的那个方法，永远写不完的那个感觉要写出来。哇，天！你的想法是对的，是如果是你会使用它的。如果是你，我再问你，
轩的真是郑宇轩的真。